你的 movie 叫什么名字 ？FLASH。Flash。现场安静。Okay, three, two. It's okay. I like it. Sorry, Jared. Because I deleted all. What? You deleted it? Why? 你为什么要 delete 的东西啊？太要用了。派对的现场，有请。Hello， 你们有看孩子的便便吗？我瞄过一眼。是什么颜色的？我觉得都是香的。军事化管理这件事情，其实我是后妈。比如说小朋友过来打他，那让他还手吗？你如果越忍让，有些人他是会一直欺负你。对，我打你怎么了？你会遇到很恐怖的家长，那我可能就比他更恐怖。哎，我舍不得，就缓缓用这个小哭包聊一下。我觉得他爸太不争气了，你心理压力好大。我以前就自己吧，过得挺好的。对自己的期待跟现在不太一样。对，